大家好，在基督恩典中心有许多令人感到兴奋的事，帮助你认识不同的人，分享发挥你的才能，改善你的人际关系，回答生活中最挑战的问题，寻找你生活计划的目的，以便和上帝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。接下来是教会来临的活动和报告。哇哦，很兴奋很期待的一年一度恩农家庭营又要到啦，报名就从今年开始。今年的主题是福气在我家，家庭是神亲自设立，也是培育生命个体最切要的地方。在这家庭营，每位小朋友将学习到神设立家庭的心意，并且也乐意将神的心意行在家庭当中。我们的活动有敬拜赞美、戏剧、手工和游戏等等。日期是12月3号至5号，星期二至星期四，从早上9点至下午3点。地点是在基督恩典中心，给5岁至12岁的小朋友，费用是90令吉。如何报名呢？你们可以到所设立的摊位询问详情。谢谢。来临的9月6号和7号星期五和星期六，教会将举办一场培灵会。这两天晚上，有来自新加坡的陈赞美牧师博士在我们当中分享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自由、充满喜乐和盼望的人生。诚心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的出席，来领受神的话语和祝福吧，期待看见你们。别忘了，第二堂聚会完过后将会有恩典团契 Caris Fellowship， 欢迎弟兄姐妹留下一起享用茶点和彼此交流。说起一份9月份的月刊，了解更多教会的活动，也可以关注教会的社交媒体和网站，与我们连结，获得每周教会最新的动态。谢谢大家，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周。